能不能给我两首歌的时间？给我首歌的时间，问我要干嘛？看我去给你做个酸奶鸡翅。准备好所有材料，鸡翅洗干净后，用厨房纸巾抹走多余的水分，用 A 材料全部加入，腌制15分钟。先准备好工具，脆皮的秘密武器。在耐热的盘子上去架好四只一次性筷子，用竹签代替也可以哦。但是不能用塑料、金属筷子。这个做法是参照烤架的原理，让鸡翅多余的油分可以滴到盘子里，外皮自然就脆了。燕麦片用料理机打碎备用。酸奶加入 B 材料，搅拌均匀。鸡翅腌好后，从调味汁中拿出来，放入酸奶酱中搅拌均匀，薄薄裹上一层燕麦脆后，放在筷子上面，放入微波炉，微波高火7分钟左右，需要根据每款产品的特性去调节，增加或者减少制作的时间。香香 Q 的几分钟就可以享受的美味，你也来试试。